原来暗恋中的郡主是这样的。刚才幸得郎君出手相救，不胜感激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郎君对乐理见识深刻，十分难得。其实这首曲是《山涧夜月》。说不出万分之一句谎话，你是否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？所以才会有猜曲比赛。是，目的是让我看到陆郎君幽人一等，对你另眼相看。是，不如就让陆某做东，请郡主品尝上京的美食。这醉仙楼的赤霞酿和江州鲈鱼便最为有名，这道菜是上京的时令菜，对补足军情最为有名。是你，郡主，若梦在教坊还有，谢谢你安排。我做这些，从来不为他的回报。若不是对陆郎君有意，怎会亲自来到我们右教坊？你明明是从未拥有过的梦境。把那伙计叫回来，我要知道那人全部消息。太长寺，我要救陆郎君。其实我是想请郡主为我右教坊指点。我已向圣人禀明，你们八人乐团是我入圣朝以来见过最默契的。君主，多谢君主。既是解围，也是真心话，我都会羡慕你的感动。心情都写在脸上。我和你始终隔着安全距离。对不起陆郎君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没有放弃右教坊众人，也没有放弃上元节。